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哎呀，学长人真好。放在这里啊。谢谢。开玩笑，下一个。谢谢。好好享受你们的晚餐，晚安喽，拜拜。老师辛苦了。老师久了。那我们就继续吧。这可是暴露吃货的时候了啊。我本来我想象中的女团就是说，哎呀哇好多菜，然后吃的时候这样子，然后就吃完了，当时就是哑和了，给我拿个那个，给我拿个这个，给我拿个这个，这些烧鹅还有没有？